划出现，打乱了我所有的节奏，但是我很开心，谢谢他，谢谢，真的给我突然间的惊喜，害我要讲什么都忘记了，我赶快偷看一下。是歌仔戏国宝杨丽花出现，打乱了我所有的节奏，但是我很开心，谢谢他，谢谢，真的给我突然间的惊喜，害我要讲什么都忘记了，我赶快偷看一下。对陈雅兰来说，拿到这个奖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。遇见我的恩师杨丽花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，2017也是，我想让唯一源自于台湾的戏曲文化能够更贴近时代的脉动，所以我勇敢的报名了台师大国际时尚在职专班GFEMBA， 我是106级的学生。你拍完手之后，我再开始要讲，随即展开了我超有压力的精彩人生。就读期间呢，我与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共同学习，脑力激荡。毕业之后呢，我们异业合作，相互扶持，是学校给我完整的学习资源，是 GF 历任的执行长与每位老师给我非常完整的时尚美学教育。电视剧《嘉庆君游台湾》是我就读师范大学的时候的第一部作品，也是我所缴的成绩单。这部传统的歌仔戏充满了创新与时尚美学，我与 EMBA 的学长共创了戏剧界第一个 MFT， 然后我与 GF 的学长姐共同开发了周边商品，连连在国外获奖。嘉庆君游台湾首播30集，创下了1500万的收视人口，而且年龄层降低了20岁。这在老师与学长姐的鼎力相助之下，我拢因为国语拢做台语啦吼，所以讲国语有当时啊支支失魂袂清楚，请老师多多包涵。鼎力相助之下，我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诠释我剧中的角色，所以就像刚刚的介绍，我在去年史无前例的拿到了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是前无古人的女士第。谢谢。进而呢，我是首例的有银行信托的集资，我要做一部全民共同出品的歌仔戏。接下来的歌仔戏将会与 AI 结合，
我跟随着我的恩师的脚步，他保留传统，兼具创新，他传承给我歌仔戏的 DNA， 所以我会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，我会为保留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而奋斗。拿到这个奖，我责任更加重大，但是我不怕，因为我有台师大做我最强力的后盾。你们是我的家人，你们也是我的贵人，我会为台湾付出，我会为台师大更多的奉献，我以身为师大人为荣，我爱台湾，我爱歌仔戏，我爱台师大。一条奖，老师有面子啊，但是他讲到文书杨丽花，我哪会不欢喜，你们大家替我欢喜，最趣味就是说去菜市啊，大家看到我说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我常常早上去菜市场跟他恭喜什么，我才不记得昨天亚兰得奖啊，他说你亚兰得奖啊，哦，说你说怎么好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，这种是亚兰的，大家跟他恭喜，这就是啊师大啦。这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并得奖获此殊荣。我的恩师杨丽花，她是我一辈子的贵人，她教我做人，她教我演戏。当然欢喜了，这辛苦带来的呢。你来看我一生五十几，伫演电视五十几年啊啦，啊，细汉演到大汉，啊，得到这款奖拢是真特别的奖。啊，当然欢喜，本来我想，哎呦，我会神，不过这个奖无来提名的，对，嘿，真有意义啦。伊拢鼓励这个戏剧文化，文化，尤其咱台湾的。那特殊的什么，伊拢会来鼓励，啊，就利用这机会，可以讲政府多支持、多鼓励吧。那不是？谢谢。那唔到新闻上下，有人看去，佫佮炒起来嘛，对吧？对。现在致辞呢，心心念念还是在歌仔戏啊，所以这摆出来嘛，是希望讲透过他的呼吁，大家能够支持歌仔戏，让歌仔戏的下一代的表演家能够有平台，那观众也继续支持，这样歌仔戏才能代代相传。对啊。有咯，那无机会，然后我演，我一定会搁出来演， yeah！ 因为我都爱歌戏啊，我一生，我这三年是歌戏给我，我爱回馈嘛。啊，今嘛这个年龄无创啥，嘛惊老呆有事有代志做，才袂老呆啦，对吧？啊，着人着爱叮当嘛，唔知诶，你卖讲，虽然可比树山中一丛草啦，草皮了了，草心也好好，啊嘛是为着歌戏好，啊为着咱的这个啊文化。伊这是教化局，教化局的物件爱多演，才袂歹囡仔遐尼真多。啊不然，无去有当时候听到新闻在报告讲，什么太阿妈啦、拍阿公啦，啊，我讲迄拢无看歌戏啊，伊才会做歹代志啊。我讲的对无？我讲的唔是歹哦，这是事实的。恁希望歌戏嘛，那个像较早讲安尼，食饭。在配歌戏，大家不再笑眯眯，身体不再健康。啊，像这疫情哦，赶紧来看看去。大家搁金融做事做生意，啊，全线欢欢喜喜在大赚钱。哇，四股人啊！无啦无啦无啦，啊，就遐斗遐斗，啊，就斗到真拄啊好，谢谢。安尼会用个袂？可以吗？哦，当然。吼，两个拢将来将去，啊，正巧我无时间，已经头前工作多啊，
无时间来播。啊，我着着虾米差一点仔，因为学生是我的，伊是我教，但是咧，伊着奖，老师有面子啊，敢是？吼、哦，啊伊搁哦，伫电视搁，他讲着温书杨丽花。我也不欢喜，你嘛大家替我欢喜。上趣味就是讲去菜市啊，大家看到我讲恭喜哦，恭喜哦！我常常透早去菜市上，甲恭喜啥的。我才袂记昨昏亚兰得奖啊，伊讲恁亚兰得奖啊，哦，讲你讲安怎哦，好安尼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看到我，我也以前的主顾给买鱼啊买肉，拢足久啊，甲恭喜，我会感觉讲。哎，坐转来讲，奖是也难得，大家甲我恭喜，这就是呀，师徒啦，这拢有关系的。啊，所以咧，我讲安尼对哇，对。伊得奖我欢喜呀，啊，我得奖，伊爱来甲我斗支持呀，像安尼就是足够甲我斗的，啊，伊就是徒弟啦，徒弟教较济咧，才有安尼是福气。谢谢，安尼恁满意无？恁辛苦呢，为着甲咱要问我，啊，甲咱待等足久，恁等偌久啊？哦，无白餐。辛苦辛苦，上完蛋。哎呀，谢谢。